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That's kind of spooky in here.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some kind of parking garage. But anyway, we're about to see Hedgehog. They're one of the coolest bands in China. And the drummer is a girl. Sorry, I don't mean to laugh. We are an equal opportunity show after all. Come on in, let's check them out. 大家好. Hi. You are the drummer? It's a very cute toy. Yeah. You're a drum teacher? No. I play drums, too. Show me. No. Okay, 来吧, 我教你什么? 我也会的。 Watch. I don't have drums in China, but... Yeah, I still got it. Teacher? Oh, of course. Yeah, I would not... Let's have a contest. You play something, and then I... You follow. Play better, yeah. 你要真的鼓手的话, 给我打电话。 Okay. Can you do it? Yeah. Can you not look at me? No problem. Turn. 我没有自己鼓，我好久没有，就是 好。 Don't worry. Okay, good. I'm just kidding. Sorry. Beijing的一些人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可能对他们有一定改观。他可能不单单的知道，好像中国摇滚乐就是唐朝黑豹或者崔健。宏大，宏大的意思就是当时真是特别激动，就是自己终于上台了那种。完了，那个上台就什么都忘了。完了，音量全都开最大，怎么？但是还是先失效。完了，戴着眼镜也忘了。完了，一弹吉他太激动了。完了，把眼镜甩飞了。后来下台就特别丧，就是觉得我操，我演的这么差呀！他不是像一个那种流行歌手那种，就是已经做好了，OK的一明星一商品往那一摆，大家就是去欣赏的，不是摇滚乐就是有纰漏的，可能就是粗糙的。 就是原始的，但是有时候特带劲。我以前接触音乐，我觉得好像是必须得接受过正经的音乐教育，我感觉那种东西离我特别远。然后后来发现有朋克音乐的时候，我感觉哦，这种东西我可能我自己也可以参与这件事儿。我打鼓已经有10多年了，从14岁开始的时候，我是偶然间去一个乐团，然后是一个。 就是管弦乐团，然后再加入了那个大乐团半年以后开始知道，哦，原来还有就打击乐还有鼓这个东西。然后从16岁的时候，我当时是乐团里成立了一个比较小的爵士乐团，然后当时是一个男孩在打鼓，然后他打架子鼓，我看到他我非常眼红，然后我觉得。 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是从05年底开始加入刺猬，那个技术没问题，打你乐队白玩，但是不听摇滚乐，我说那怎么玩啊？完了，我试试吧。当我听到摇滚乐以后，就发现，嗯，这东西就是我想要的，特别，就特别纯，然后能直接的，就是打动你的那个心。后来他就是一打，他就觉得，哎。 后来我就是把自己给震了嘛，我就是从来没听过那么稳的鼓点儿，就我加入刺猬以后，多了很多柔的东西。在刚认识他那会儿，他确实缺乏一个那种摇滚乐的那种气质，但他有那种潜力，因为他脾气不太好，比较暴。就是你把他激怒的时候，他会编特别好的鼓点儿。完，你跟他吵一架，我咚咚咚，完了这歌就特别帅。玩摇滚乐的人都有爱，你知道吗？ 有爱，它就能包容一切，所以我觉得摇滚乐就是，它可以接纳一切，只要你想做，在这里就是对的。我们自己认为的刺猬就是小巧可爱，又有侵略性，又有爆发力的一个非常小的小动物。对，它不是宠物，它是具备个性的一个小的个体。嗯。
Rock and roll is mirror of selfie.